弘扬这个我们红色的革命文化，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继承这种艰苦朴素的精神，是吧？我们主张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不能弹大求扬，啊，不能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是吧？不能搞得很现代化、很费钱，是吧？我们进行这个革命传统教育，如果一味的弹大求扬，啊，就背离了革命传统，这个革命传统啊，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传承也就变了味儿，是吧？我们还是要从这些革命先辈在这个革命战争年代这种这个艰苦的精神来激励我们现代的人啊，这个继续的努力奋斗。所以我们在这个纪念设施和这个展示设施的这个建设上，这个主要是要满足公众的参观的需要，满足文物保护和观众安全的需要，是吧？满足他的这些基本功能就可以，啊，绝不允许弹大求扬，是吧？这个也不能这个建得很富丽堂皇。